敢这样子直接抬上来，你有点厉害，我只能说。一级落一级血 W， 如果没抬到人很呆的，就要被反打了。升级啦，老子服啦，靠，整个常见的技能巨烦，超级烦，烦中之烦。感谢多肉葡萄牙送的情书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多肉葡萄牙送的情书，谢谢老板。Wink 腻了点嘛，确实感觉 Wink 一下有点油腻了。啊？我感觉有时候感觉情书挺难出货的，嗯，打沙米拉别一脸就好了，慢慢打。我勒个豆，锲而不舍，怎么还在下路？W 随便虐，都是些老弱病残，虐他，我靠，好勾，先打人，别管那个，哎，我的妈，弱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还好，有惊无险。不是我那个他妈 Q 按成 E 了，吓死了，下属。还好，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，不然我的这波要背锅的。看不了你啊，哥。我这点血量真看不了你，你自己玩啊。哈，多肉葡萄牙，真的吗？我不是喊多肉葡萄牙吗？哎呦，这个冰漏的，漏得我心碎了。Q， 再 Q，
沙克不知道在哪，但是没关系，不一脸就行了。不一脸的话，他们下路抓不了我。啊，扎克露头了。A 耶，再 A 耶，狂 A 耶，再 A 耶，金白嫖四下了，五下。等一下，那个被动啊。Q。没蓝了呀，好想打点击杀呀。哎，可惜，哎呦，慢一点就好了。坏了，又空了，这怎么办？感觉他大早了，大慢一点会更好。出事了。那我主要塔下换血没换好吧？塔下换血换亏了，感觉 Q 的准度没有那么好，有点难受的。那香料的钱，别担心。对了，难道你是？被这波重整旗鼓。我那个 Q 已经 扭掉了，那个最知名的 Q， 但是扎克交闪了，那下平 A 就 ace 他了呀，稍微有点可惜吧，稍微。
感觉对面没掉多少血。是，一定是因为我 Q 到的次数还不够多，所以感觉 对面就没掉多少血。这波派克不该被秒的，因为洛第一时间阿是冲着我来的，派克只要这波第一时间不被秒，我们这波就随便打。太难受了，他怎么 Q 我一下这么痛啊，一百血啊。啊，被他吃了吗？他已经没了。哎呦，又奇怪起来了吗？中单被打野单杀了，我勒个豆！哎呦，中单被 ADC 单杀了。嗯，有点难崩啊。真被我猜到了，这个位置。别一直死吧，一直死好伤的。
哎呀，这两件套一出来，毁灭性啊！收集者加武境，不知道我们这些小脆皮顶不顶得住？有人大招没？等会儿单带线处理不了这武器嘞。这个勾回来，这本来这个扎克我老早处理掉的呀，感觉。怎么说，单带线武器已经处理不了了，这两件装备，单带线咋办？来团来团，打完大龙来打团了。靠，得亏哥们儿两个技能打得好。
来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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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子正面队友呢，怎么旁边没队友看的啊？对啊，旁边没队友，这塔怎么下呢？这怎么打团战？不能被开的。不是，我感觉被开的太简单了，会不会？按理说他洛很难冲进来，洛跟扎克延缺一个撒石阵，这洛就人晕了呀。我真感觉岩雀一个傻子，那个洛和这个扎克就人有点晕了。怎么这个团战打得这么辛苦啊？秒了。感觉他进来了，怎么
队友呢？中场野呢？人没了。那我这个500的药白吃了呗。这就怎么就没啦？这么快？我眼睛一睁眼一闭，这队友就没了，真的。我这个眼瞎了，都追得很深，我感觉输得莫名其妙的。我就感觉这把游戏输得莫名其妙的，我也没干什么。